这个周末我想跟朋友去台南玩，怎么去？我想坐火车去，火车太慢了，要4个多钟头。坐高铁比较快，可是听说高铁车票非常贵，高铁车票有一点贵，但是。坐高铁又快又舒服，我不知道在哪里买票，在高铁站、网路上或是便利商店都可以，这么方便，那我坐高铁去，谢谢你。